这是小家伙快睡着了，小乌龟鸟窝孵鸟蛋了，可能就蹲在这里，蹲了好久了。看到小乌飞过来了，又都站起来了，嘎嘎嘎，嘎嘎嘎。饿了没有？啊！现在他们没有那么怕我了，把手靠近他们也不怕，给他们投喂了好几次，现在慢慢接受我了。看这个视角，那只小家伙张着嘴巴，看着怎么有点像小企鹅啊？肥肥的，看着有点像小企鹅啊。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，马上天黑了，小乌要带他们回鸟窝了。不对，是两只鸟宝宝跟着小乌回鸟窝了。他们今天晚上还会在鸟窝过夜啊！小乌有点反对了。哎呦，还跑进去了！呵呵。都跑回鸟窝了，小乌也怕他们把鸟蛋弄烂了。哎呦，这么凶啊，这小家伙！呵呵，连小乌也啄。哎，看，他赶两只鸟宝宝呢。一起孵蛋了。帮你们的鸟妈孵鸟蛋，孵出来，到时候一起养。好了，打扰他们了，要不然等一下他们要打起来。